1984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女儿躺在我怀里，睡得那么甜。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，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。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，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啊，闹着要吃饼干。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，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。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，这是他